它是超高人气的 MMO 哦，目前绝对是2024年下半年人气最旺、玩家最多的 MMO 哦。这边有一个猫灵，超级可爱的啦，超多的，而且重点是它还可以进化，进化之后它可以变这样子，就从猫变成羊驼。它的技能是可以随时重置的，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我的装备，这个金色的鞋子跟这个袖章，是打这种副本掉的，超级好掉，超级好掉。我们现在呢要来玩这个最好玩的救世者之术新世界。那基本上它是今天就是热腾腾的，就是刚开服。那我是在无尽海域这边创了角色，那你们想玩的话可以一起到无尽海域创角，会跟我一起练，好吧？它的画风是真的我觉得蛮可爱蛮漂亮的，重点是里面有非常多可爱的猫咪，超级多的，超级多萌萌的猫咪小猫。这一款呢就是蛮特别的，它的那个非常超高人气，它今天是就是亚洲11个地区同时上线，然后呢它是非常大手笔的请各种各式各样的明星啊，然后做他们的户外，还有一些就是 TVC 的一些代言人什么的。你看我已经练到20等了，我今天 一早上哦，起了一大早10点，马上直接创角。哎、欸，这我喜欢这种绘画风格，你们等一下看一下，它画风是真的很可爱。它是有一点就是绘风，就它不是用那种很实体的那种感觉画，它是超高人气的 MMO 哦，目前绝对是2024年下半年人气最旺、玩家最多的 MMO 哦。先跳过，你看，我、哦、靠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我一跳过之后，你有看到这一群人吗？你们有看到这一群人在这个门口吗？就是。就这么多人，妹子最多的手游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这个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妹子最多。首先呢，这边有一个猫灵，超级可爱的啦，超多的，而且重点是它还可以进化，它还可以幻化，然后突破，进化之后它可以变这样子，就从猫变成羊驼，你懂这个概念吗？超级可爱的，它这个进化灯笼喵，还有这个女仆喵。超级可爱的，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？下班刚好玩这个疗愈系的游戏，我选了这只，你看我的坐骑是只羊，你有没有看到吗？它到时候会有三种可以选，好像是有狗，选坐骑的时候有狗，然后有鸽子跟羊啊，我觉得羊蓬蓬的很可爱，结果大家都选羊，我很少看到鸽子哎，基本上没看到。这游戏基本上真的是蛮热门的，你们进去之后，你们就可以看到在很多传送门点前面很多人在刷哦。重点是我觉得这个游戏20等之后才开始，就是前面就是让你大概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，20等之后你们就可以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交摆摊可以交易啊，或是很多礼包码在哪儿？我放在上面好吧，我放在画面上，这里放在最下面。我来看一下礼包码，直接输入给你们看有哪些设置。通常在设置这边有一个兑换码，这里点进去，直接复制贴上 TOSNZBZS 确定。启用成功，使用成功之后应该是要去信箱，你们看这里，我们的这个救世者之术，你如果输入这个 TOSNZBZS， 这边就会送你营业货币20000。还有银花10000，玛纳4000，直接领哦。500万预约达成奖励，这个也可以直接领。好，手艺开启，烹饪炼金工匠超级多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可以学料，当料理师、炼金师还是工匠，还有一个尽情期待。我猜这个就是家园吧，或还是什么，还是它会是另外一个。这个你们可以慢慢玩哦，看你们要学习什么东西都可以。非常多，它就是很多东西可以玩，感觉炼金师也不错。学习后3天可以更换，好，就这个，不错不错，炼金师，你可以一直做很多药剂，然后把妹，你没有血了没关系，我给你，我们就直接往那边去采集就可以了，超棒。哎，采摘地点已枯竭，那全部人都要当炼金师是不是啊？我这边挤一堆人在那边等，等长出来的，现在转工匠来得及吗？要3天后哎，好呀。这样怎么踩啦？根本抢不赢。不是也太多？会不会太多？不是这边，你看这里这样一群人在这边等，这附近没有了吗？这附近感染到就那个点可以踩。我感觉我先去做一下主线好了。你看这个门口，拜托，我随便到一个贤者之堂的门口，挤了一堆人。
我们要进去救他们 ，OK。而且它这个还不错的，就是它整个游戏不会一直都有，吓一跳，不会一直都有背景音乐，就是真的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才会有。然后你们那个，我们会有这个啊，猫灵这边是可以出战，你可以出战三个猫灵，你可以一键助战三个猫灵。然后猫灵的话是有那个左边的那个技能是可以按的，它游戏也蛮多职业你们可以选。我有在捕食，就是。零一跟那个魔导选，在想要不要选那个选补，我是想说前期的话还是先选个魔导，伤害比较够。但如果后来就是之后团队打副本的话，感觉也蛮缺补的。目前我觉得魔导用起来蛮顺手的，而且补师好像练到后面的话也不一定。他不是血色公主。啊？那他是谁？哇？而是我的妻子。会不会太晚说？都打下去了才说。如果你练那个啊，暴击牧师的话，奶妈输出也很高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另外他这边有一个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个很赞的，就是他的技能，他的技能是可以随时重置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随时加点，你还可以免费重置，加上很多战斗职业和生活职业，你都可以就是一直去转职，可以搭配自己不同的猫灵什么的。还可以解锁连锁技，就是这个猫灵，你有看到这边有，我这边有一个链子链条吗？这边链条就是它可以有连锁，然后它这边连锁的方式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你如果这个要练的话，你这两个要对到，所以如果我这边要连起来的话，它首先它要两等，就是进化到二阶之后，它这个绿色要跟另外一个绿色连在一起，但我现在没有二阶，然后可以跟它配的。而且如果我要变成二阶的话，我要进化它，进化的话要抽到一模一样的才有办法。目前这个阵容是我最好的方案一，是我最好的阵容了。你们可以去挖掘自己的流派，因为你看它这个猫咪，它的猫灵有超级多啊，它这个也不错啊。这个有一个，因为我现在目前猫灵这边猫灵只有一只金色的，金色是最好的，再来紫色，再来蓝色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领取金猫马咪，这个。木乃伊的妈咪，只要通关，你看七层、十四层、三十五层直接送你，而且它是可释放单体高伤技能，给你超级好的妈咪碎片，只要自己去挑战就好了。十四层直接解锁，就你战力到，它直接送你一只。你们现在第一天上去，然后打那些装备，打那些副本，它装备随便掉的。你看我的这个装备，等一下先打。给你看一下我的装备，这个金色的鞋子跟这个。袖章这两个就是打这种副本掉的，超级好掉，超级好掉。然后现在人，因为人玩的人蛮多的，所以你随便都可以找到人组队。这些全部都是玩家，你会看到他穿的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他们都有领信箱的东西。如果他们这些人都是 NPC 或是什么的，他们才不会穿这样子欸。NPC 根本不会领信箱的东西。等一下看看打王的时候会不会掉个好东西，引爆？怎么不引爆东西嘞？它这边有一些小机关，可以透过那些引爆炸弹，然后去达到伤害。设想周到，真的，大家在发呆啊，打地鼠哦。继续走，我现在走在第一个，这还可以推倒。看都没有人要跟这个木桶互动的吗？好，大家都很急啊，这个没有人要打，血色蝙蝠在后面，没有人要打。我先去前面好了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自己掌控，看会不会提前拿到一些什么东西。我要先去前面，我在他们打这个，在他们 auto 的时候，我先去前面把王打掉。哎，不行，要全推，可恶，我血有点少，补一下血，开打，这个要闪一下。你看我刚刚血直接半条哎，我这边等级最低的，有没有好装备？等级提升，紫色的没有掉金装，没关系，紫色也不错。大猫货运前往组队，现在基本上随便组的，你看这些队伍超级多。申请，欸，已满员申请，大家没有再理到邀请的话没关系，自己创。你看自己创队伍马上就满了。寻找搬起货物，放入提交，要保证配重前后平衡。OK， 货物，欸，被搬走了。这里还有，哎，谢谢。我还想说这是怎样？
蓝区绿区比蓝区重，再考虑一下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找一下还有货物吗？另两猫的车重量均为五啊，我这边一边六一边四，它这样可以移动一下，不就变五了？我来看一下，想砸我？好聪明哦，所以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移动一下，我说身上这个是三呐、啊，我身上这个是三，拜托移动一下，把那个二，哦，这个很聪明，赞，有，这样应该有三颗星，所以，这个人有在看嘞，这个人有在看嘞，这个繁墨是繁墨吗？左边是六了，那我这边放这里，什么鬼？你是不会直接换吗？哦，好吧，不是啊，他那个二，什么情况？浣熊来捣蛋了，99是怎样啦？先扁他，是不是要有人扁他？有人拿东西啊？我去抓那个剩下的一个，还有吗？刚刚我记得还有一个一箱的，配完好吧，所以那个浣熊是一定会出现的。我刚刚在想，所以完成货运给这么多东西，好啦，那之后呢？等明天开放30等之后就有家园了，明天可以上线到33等。他刚刚上面有写复苏等级，明天2024年5点33等直接开放，又可以再新增，就可以再加个6等。然后呢，之后每周日晚上7:45会有一个骑士团的大浣熊活动，然后8点会有刚刚广告里面有出现的那个皇家温泉，里面有很多资源，想要提升自己的战力的话，可以多多参加他们的活动。好啦，那这个我们今天玩完这个救世者之术新世界，就是超高人气的 MMO， 今天呢就在台湾、香港、日本、韩国、泰国等等亚洲有11个地区是同步公测的。然后呢，记得刚刚那边社交里面点开来，里面有这个邮件的话，它这边有这个奖励，你们记得要领啊。这个头饰啊，还有这个招财猫胡子玩偶跟这个衣服还有头套，穿上去的话，记得打开这个。使用属性这里打开使用属性，都可以帮你们加一些防御啊、隔挡啊、生命值的，都可以加的，加蛮多的，这样你们推关卡会好推一点。好，等明天开放，现在满等了，满等练不了了。